不嚟嘅就。OK， 師傅，我想請教一下啦。嗱，下一年咧，會唔會係屬鼠啊？嗰、那個 B B 出世？出年咧，如果出世個 B B 通常屬鼠嘅，應該係嘅。屬鼠嘅，屬鼠有冇啲咩特徵或者特質咧？叫 B B。咁鼠嘅 B B 比較精一啲啦。鼠嘅嚟講嚇，因為屬鼠嘅 B B， 屬鼠嘅 B B 嚟講嘅，咁你會知道十二生肖鼠係排頭一位㗎。咁我哋叫做嚇，佢雖然就好細只，咁但係咧鼠係好靈活啦，比較即係我哋就都講過㗎啦嘛。嚇耕牛就無縮草，倉鼠有餘糧。牛就好鬼勤力嘅，佢冇介嘢冇介嘢糧嘅，鼠唔做嘢噶，捐下捐下咁就食到飽飽仔，飽好飽噶啦嚇，唔使做嘅，所以鼠係比較精一啲噶，我哋叫做嚇。咁、我哋只可以咁講一樣嘢，即係話如果媽媽所諗嘅嘢，媽媽所遭遇嘅嘢係直接影響咗個 B B 嘅。咁咧，我哋叫做咧，呢啲就咧做父母對 B B 嗰種責任嚟嘅。我哋叫做嚇、如果媽咪心情開朗，生個 B B 係特別靚嘅。我哋叫做媽咪心情唔開朗嘅嚇，喺、壓力之下嘅而懷孕嘅個 B B 一定係唔理想嘅，一定噶。所以咧喺相學裏邊咧，都有講嘅啊。一個 B B 點為之咧？咁我哋聽過噶嘛，落地喊三聲就好醜命生成。我哋叫做嚇，所以咧原來咧一出世之後 ，B B 一剪咗臍帶，佢自己去喊嘅時候，嗰一剎那就決定呢個 B B 叻唔叻啊，蠢唔蠢，將來嘅性格係點，就喺嗰個時候就已經決定咗㗎啦。